下了一天的雨哈，因为买菜，今天我去给你弄一个龙虾尾拌面。哎呀哎，只要5分钟就搞定。开火，2分钟烧锅开水，水开一下面，2分钟煮面，八成熟捞出来，加点盐巴、生抽、蚝油，再来上一坨雪白的猪油，给它们搅拌均匀，再来点老抽。 这个颜色一下就对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加素菜，把那个开盖即食的龙虾尾倒上来。哇哦，来点可爱的葱花点缀，时间到没得5分钟可以吃了哟。你看今天的餐真的是简约又不简单。哇哦，这个气氛拿捏的死死的，开吃。 今天那个气氛，我要吃得优雅点儿。Nice。 这个拌面里头，红火龙虾的这个鲜味儿。Nice。 吃过那个龙虾，那个龙虾味一吃就停不住，嗯，面都要脱了。把那个菜也给它拌一下，那个汤汁。 5分钟煮饭，5分钟吃饭，5分钟洗碗，今天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，真是有效率的一天啊！下去了半小时，我还要说结束语。今天的视频到这儿了，祝大家有个好胃口，拜拜。那还要做水果，给粉丝不是喊你走开。